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海绵宝宝来一句，海绵宝宝来一句。现在是花轮的时间。其实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我要这么配合你。现在已经不是要满足发型师的那个创作欲望，对，现在是要满足我们的小文老师的创作欲望，所以我就是负责满足大的创作欲望。你昨天还满足了14的创作欲望。对，穿裙子呢让我出来会觉得我也不喜欢，什么都不喜欢，适合你。但是我觉得后期都看到了，大家会一直放大，然后放大，看他的后期。这套衣服适合唱《第一次做人》。寄给马师。Oh baby。哈哈。你。就很像周星驰电影，对，周星驰会穿反串。我们唱情书，它是一种很温暖的力量，它不是攻击性的力量，它适合玻璃钢。如果我们玻璃钢可以唱这首《帅》，但是他不会为了一首歌。对。等一下，你就从那边观察，你就从那边出来演就可以了。好，在这边拍。好。我可以出发，我要去巴黎。来，宝贝，自己在那边笑到走，像个方块。可以洗了吗？我现在在搞巡演啊，加油！行吗？十分钟，还要10分钟。好，10分钟。宋良，你那天说你设计一个往左边走，完了，我们有一个人在你左边，完有两个人在你左边。希望你就不会哭。因为我像咱俩的状态本来应该是要比较醉一点的，但是我在那边我不能让自己醉，我一醉我就觉得我就有点放不开，我想。是，我像咱俩是有意思，但是我刚刚看下来还行。那如果我们先说比较直问的话，灯收了之后我跟你讲话，我不太热。服装是什么样？第一套我真的会爆汗，只有第一套，后面的衣服都还好。我们是白叔叔的第二套衣服，看太长了。啊，对，我也想问，我这个胸会不会是好看的？我觉得胸还好，好看的，好看，但是有点好长，就亏了，就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们好看吗？意思是太凶了。那三手就把外套脱了呢？可以啊，非常好啊。这个卖家第一次亮相，对，是的。那我觉得明天如果卖家有赚的话，他会不会就好一点？那你要把这根白的都贴满，对，你要贴到几点？不用想怎么买，哥没事，可以，没关系，这个也可以。好，明天只会比今天更好。哇，我有花哎。蔡老师，马师送这么多干嘛？谢谢啊，马师。二郎王应该是舅舅。果然队长的花就是不一样，你看看，一个抵6个，开玩笑。腾讯，谢谢啊，我的朋友，这是 biu biu， 我的朋友，然后也是我的造型师。这些都是我这个地方的歌迷会，内地歌迷会。对，
都是各个歌迷会每个地方。啊，谢谢大家的心与我同在，第一场，难得我们走到这边，加油！可以跟你们拍一个大合照，拿出你们最热情的笑容，好不好？让我跟你们留下今天我们第一场在深圳这么美好的绿海。